逛街购物吗？你是血拼达人吗？只要你不对价钱，消费咕咕乐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今天第一组幸运观众是王子跟巧巧，第二组幸运观众是小纳豆跟小雨，第三组幸运观众是吴果田、陈素娇，最后登场是呼叫大明星小甜甜跟冯元珍。现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曹雷。欢迎收看《消费咕咕乐》啊，咕啦！现在我们一定要欢迎四组的观众朋友啊，特别来宾。放第一组、第二组，这个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爱。好，这是有台的 新节目、哦。既然在我们这里做宣传，欢迎。这是个恋爱配对嘛，是吧？好，所以他们两组来今天都是曾经在节目当中里面有恋爱有配对的，是未必能够配成啊，哈，没有配成的就参加分手擂台就可以了。三组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吴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从哪里来？板桥，外形有点像我们石英大哥哈。英俊挺拔，边阿是不是我太太啊？你太太哦，很清楚哎。好，那接下来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欢迎小甜甜冯元珍。小甜甜在演艺圈当中里面人缘非常好，太好了。对啊，看到她的好多朋友跟她一起上节目，都是美女。而且她是就是我们近期之内，然后突然变得很好，就没有前戏就已经整个。就在一起了，还没有前戏。对，就是还就是前就来得很快。六点钟我还没调情呢。冯文珍最近也跟蔡康永一起主持节目嘛，主持新节目。对呀、啊，还有另外一个瑶瑶嘛。对，好，待会我们这个四组就来估价，看谁能够把我们今天的30,000块的奖金带回家。哎，进行第一阶段。老板，谢谢你。哇，今天很特别啊！这个老板来了一个我们来自德国的朋友了哈。好，这位叫做方安德，方应该叫方先生吗？叫方先生吗？还有另外一位，这是我们的李小姐，我们以为是李小姐是跟他在一起的女朋友，原来是店里面店员呐。欢迎两位，嗨，你好，你的肚子好大呢。我的也不小。李小姐，我请那个方老板跟大家用德国话来 say hello 一下。Servus. You can speak Mandarin? 不用。不用。不会。不会，还是不用。Oh, just up to you. 他会一点点，然后他会讲一二三。Bebemofo. 在这段当中里面，我们就请，因为他讲德文话，我们还是听不懂。我们请一下李小姐帮我们介绍。他这个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叫综合大拼盘。是的，烟熏综合大拼盘。好，来。我们的特色在于那个德国猪脚。我们的德国猪脚是用烟熏的方式。对。那这里面除了德国猪脚，还有什么？里面有鸡胸、鸭胸、带皮火腿、香草焗肠。那这个呢？培根卷。啊，培根卷。培根。那你刚刚讲这个？鸭胸。鸡胸。牛肉肠。维也纳的香肠，那这个是巴伐利亚肉卷，肉卷德式的早餐，他们都会吃的肉卷。这个其实一般我们很多到国外去buffet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哦。它的德国猪脚跟一般的德国猪脚有点不太一样。好，一般的德国猪脚是怎样？德国猪脚都是用炸的或是用烤的，是。那我们的方式是用烟熏的。烟熏的哦，我们用什么烟熏？我们的食材是进口的。那它的有独家的配方及木屑烟熏。连那个木屑也进口哦？都是进口的。用三毛榉木来烟熏它。听说是木屑，还有加一些松果的，是吧？对。中国的一些香气，把它烟熏下去，让那个整个那个猪脚里面的肉有一点点，你就是吃起来，你真的会有感觉，真的有木屑的味道跟果香的味道。中国的果香，我也还要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方先生他其实是娶了台湾的太太，是不是？是。然后呢，因为太喜欢台湾了，所以现在居住在台北的那个三芝附近。对，因为他觉得三芝的风景非常漂亮，所以就选到三芝那边开餐厅。是。还好选了三芝。他如果选在澄清湖的话，我们今天还吃不到这一个，对，高雄离我们太遥远了，真的啊。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要估价，就是这一盘哦，整一块盘到底要值多少钱？那里面它有加我们的面包，包含面包吧？这个面包有什么特别的？这是德式的黑麦面包。黑麦面包。
那这个呢？这个就普通的。那这是酸菜。啊，这是酸菜。对，通常搭配猪脚。这是芥末酱。芥末酱。它这个芥末酱跟酸菜是要跟这个做搭配。所以这边一般我们都想说吃德国猪脚的话搭配我们的酸菜还有黄色的芥末。那在这边的话，就整盘的我们的烟熏综合拼盘中都可以搭配芥末跟酸菜。我们刚问那个老板，如果这样的一份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大概是两人一份，如果在我们 seven people is four people and two people seven people 好，大家都觉得很可爱了哈。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要请大家来估价，但是还没有估价以前，我们先谢谢我们的老板好不好？是，好，谢谢李小姐，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拜拜，拜拜，谢谢喽。拜拜。我的肚子怎么那么大？真的啊！拿啤酒当水喝。对啊，他真的是快要生。而且两个。双胞胎对。好，请他来估价，这样一份。烟熏拼盘。整个拼盘再加，还有面包的部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芥末啦，里面当然什么都包括。是的。这样一份到底市面价要值多少钱？来，五秒钟，请考虑。好，时间到，我们这样一盘，我们的烟熏综合大拼盘，综合大拼盘到底值多少钱呢？这不是抢答，要评估价钱哈。好，到底要值多少钱？来一组的，值多少钱？950。好，950元。二组的是叫小纳豆啊。对。有人说你是不是小纳豆啊？也有人说我长得像纳豆。有人说你像纳豆。对。比纳豆帅2000多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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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多少钱？500。好，500元，三组来，吴大哥，1200块，1200块，好，来小甜甜跟冯妍珍，我觉得应该是1100，因为他说可以7个人吃，然后加上他开设地点是在三芝，一定比我们住在都市的人还要便宜一点。七个人吃，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对的。如果说你跟老板，那真的两个人那就我照一般人的体型来分析他，对 ，OK， 好，差不多这样。你刚刚这样讲有点过头了，他跟老板这一份吃不够。1人1份，好，这样一组，我们的烟熏综合大拼，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一组认为950，二组500，三组1200。好，小甜甜呢？洪元珍，洪元珍，1100。好，到底看看谁最靠近底价又不超过底价？来，一、三，1140，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哦！第一次可以吃的吗？哦，第三个都很接近哦。可以吃的吗？可以。那两位就可以上台来品尝一下了。来一位，两位，恭喜！小甜甜还要再吃吗？好啦，洪元珍多吃一点吧。你刚刚才吃完便当。啊！哦，他对，一边梳头一边吃便当。我跟你讲，人活着就要吃东西，还知道自己活着。啊，真的吗？对啊，吃真的是人间第一享受。所以你睡的时候就死掉了，也不是这样。我知道你要用人还可以进食，就好好的珍惜。不管哪一天很难讲啊，对不对？你刚比我，请你比两位好不好？好啦，那我要吃。小甜甜平常是会喜欢吃这种的吗？喜欢死了，超喜欢。那冯云珍呢？我很少吃，你应该吃很少瘦、啊。他觉得是一种不进食人间烟火的人、啊、不食人间烟火的哈、嗯。他食量超大，会大到你们吓到哎、欸。真的吗？不输小甜甜了、嗯。是哦，哇，那真是好命人哎，吃再多都不会胖。完全没心肝的那种。哦，你吃到什么？培根卷，可是里面还有香肠。培根卷包香肠。喂，小甜甜，你刚刚不是吃了一个什么了吗？你刚刚吃什么？吃小香肠。哦，是小的香肠，觉得呢？觉得怎样？它很香，然后重点是它烟熏的味道很重，会有感觉那个木头的香味在里面吗？对，感觉是这样子的。然后，而且它很干，不会很油。哦，不油最好。你别客气了，好不好？你要的就这一条了哈。对，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感觉像糯米肠。你要知道德国香肠是最有名，最有名了，真的最有名。而且在这边可以吃到真正的德国味道。对，嗯，就德国真的香肠是最有名，而且比较贵。对。其实你可以用切的哎，喂喂 ！Oh my god， 好勉强啊！怎么样？味道怎么样？我没有吃过哎，没吃过。其实我好想试试看。那就是有点咸，有点酸酸的，然后综合掉，我就感觉错了。我讲什么吗？我塞到旁边。他在讲什么？感觉这味道就是很 match。洪医生要不要吃一口？一小口这边。为什么他吃你就期待，我吃你就感觉想快转？哪有啦，你吃过就好了。对呀、啊，难为你了，不要主持，你知道？好秀气啊你！那个肉很
肉味没有那么浓，因为有菜，可是我吃不出来是什么味道。烟熏的味道。你是林志玲吧？我怎么在后面感觉你的声音是林志玲？他一直有小林志玲之称。对对对对，好好听的声音，对，好吃嘛哈。好，这一盘待会全部都送给你们吃，好不好？还有面包之类的。好，好，也恭喜两位来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命中注定带回家。命中注定带回家。好，带回家。每次那个小婷，小婷其实在演艺圈这么一段时间了哈，那我发觉她除了外貌没那么美以外，其他都很概念都很正确，脑筋也很好。嗯，那我一直放错重点了，我以为我就是长得漂亮，所以很多事情都事半功倍。对啊，你怎么了？你有病？你刚刚怎么会不舒服啊？年纪大，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自从我在大赢家碰到你，我就不舒服到现在。真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越来越漂亮了，真的越来越漂亮。真的，很多人这么说。真的耶，好奇怪哦。美容还是有关系哈，对，没有啊，因为凡哥最近那个，他觉得要积点口德。哦，难怪你最近讲话很收敛，以前不是这样的。对啊，好奇怪。这样很好，我跟你讲，你要多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这样你工作才会顺利。真的，对，有段时间工作好不顺利。以前，因为以前敢这样讲，是因为以前都在庙口做节目啊，有神明保佑。对啊，我跟你说，永远是给人家感觉说。有他不多，没他正好那种心情。什么有他不多，没他正好？有什么特别感觉了、啊？你们不觉得吗？我就不敢表现，会害羞。尤其我那天看到那个画面，就蔡康永的那个瑶瑶跟你，我觉得好可怜哦，好想把蔡康永拉到那个电视外面，把瑶瑶也放在外面，只剩下你一个人。对啊，因为他们挤得好满了这样子。可是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他的广告就很多、啊，拍很多广告、啊，很漂亮，运气很好啊。还有人找我，对，可是我发现你拍广告有一个特性哈，就是那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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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啊，脚一定会这样，引勾一下。所以假设如果说是美女版冯元贞的七连拍，好，七连拍，会怎么拍？七连拍的第一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哇，真的到七连拍。那小甜甜团呢？小甜甜是七月的鬼连拍，速度要快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哇！好，我们呢，请三组的评审请举牌。怎么这么草率的 ending 啊？来，五样菇椒介绍给你来。来啊，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的五样菇椒。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卡通榨汁机。哇！音质超强，可以读各式档案的高级音响组。哇！使用强化玻璃测量精准的电子质量管理机。哇！哇哇！有专利涡轮式三刀片的高氧食品调理机。哇！现在最流行的可以模拟真人互动健身的互动游戏组。哇！谁是第一棒？他很喜欢 Hello Kitty。可是我觉得甜甜比较会猜，我怕我猜不到。可是你都还是要猜哦。都要猜了，我们轮流猜了。那小甜甜先来了，好不好？好。好小甜甜确实是比较厉害的角色哦。对。冯元贞在这里，对对对。好，就这样子哈，速度没有别的，就是要快。对，快。这个是卡通榨汁机。卡通的榨汁机到底要值多少钱？来，六十秒，来，六十秒没有超过1000块，六十秒计时开始。980。低点。760。高点。850。高点。870。高点。880。高点。889。高点。900。高点。901。高点。902。高点。940。高点。905。高点。960。低点。900。955。低点。954。低点。953。快到了。952。再来。951。哇，你凭什么讲这一句话？什么叫怪数字？你都长得这么怪的，人家说是不能怪。等一下，我居然怎么会这样啊？五一好，那三哥，你会不要大声？好，我可以小声一点。很容易受惊吓、哦。真的吗？对。好，这个是高级音响组。高级音响组。
吃多少钱？你有个太温柔也不行啊，对呀、啊。哎，高级音响组，到底要吃多少钱？2000块以下，43秒来，43秒快，43秒计时开始。1800。高点。1900。高点。1950。高点。1960。高点。970。高点。1980。高点。1990。低点。1989。低点。1987。哦，87五。好冷静的温柔啊，很冷静啊，对啊，害怕起来了。我要听到那种林志玲那种属于他们这种声音，哎呦，1987，好想飞起来耶，飞去哪？飞去哪？我还飞得动，你飞得动吗？可以好不好？好，这是电子切菜板，切菜板。这是很特别，最新研发出的切菜板。当你在切的时候，你到底用了几下？对，你不要看字啦、啊。吓死我了！他真以为是。对啊，电子质量管理机。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37秒，来37秒，计时开始。2800。高点。2900。高点。3200。低点。3100。高点。3150。低点。3135。低点。3130。低点。3131。3131。3131。32都三十都低的。30都低。3100。3111。高一点，27。3127。低一点，26。低一点，3125。知道低一点，3122。能不能再高一点？其实我有一点想逼近他，可是他在那边好像在跳舞，他有指甲，我把他戳到我眼睛，当场戳瞎啊！3110，主持人受伤。哦，他们比我就有点害怕。来，洪云珍再来，加油加油！好，这个是抱铅笔机，抱铅笔机，连我都吓一跳。我今天想哪有哪一支铅笔这么大一支要下去抱、啊？不要乱讲啦！食品调理机。好，食品的调理机到底又要值多少钱？4000块以上。好。你怎么了吗？啊，继续说。凡哥，醒醒！怎么差点说你好？干嘛联谊？这都叫做爱吗？喂。17秒来，17秒，计时开始。4400。高点。高点，4600，高点，4600，高点，4600，高点，低点，4800多少？4888，低点，4800，4700，4800，五秒，4830，36，高点，37。猜啊！对呀，而且韩国人今天从4880几，37这样，哇，厉害，这是才艺，这是才艺，我终于找到我的才艺了。对对对，好不错，还剩下1秒钟，一秒，哇哦。还有1秒都不错了，可是这个1秒内，如果你可以答对的话，你这下多了，比你身材还胖，不，比你身材还多了，看你要什么。好，如果猜对，就是大概2个数字呢，你猜只能猜2个数字而已，时间就到了。比如10865、10868，就这样子就没有了。哎，我猜你都不是这2个数字，当然都不是了哈。哎，这个他刚刚他年纪大了。他刚刚提出了很大的一个那个问题点，问题点，对，10865，我怎么讲到10800？我跟你讲，就是10800多少多少，我怎么乱讲？你真的让我猜对了，10800多少多少，一秒钟只能答2个数字，就是10800多少。我说高一点就要再一个，我说低一点你也要再一个，好不好？这个东西互动游戏组，因为市面上现在很夯，所以大概那个价钱你应该会要知道。如果说你答对的话，不是送你这一样无恙估价物，2个数字无恙估价物让你带回家，好，还要再送加码冯元珍什么？送我？啊对，我送一斤点是50寸还是什么的那种装潢？好几200寸？谁要装潢？他最近想要、真的吗？对对对，我都忘了，对，好紧张。你怎么了？又买房子了？他很会理财，不要看真的假的，真的没什么工作的。那既然如此，凡哥有没有想要特别加码？就是50寸的液晶电视送给冯元珍一台。啊！不是我们家的小甜甜，你有没有买房子？
我最近也搬新家了。哎，小弟弟也搬新家。他们是好朋友啊，他有房，他有房，他去他家，完了看到五十寸，他就很开心。不然就去你家看啊。啊，我们家四十九寸哦。你不要笑得那么开心，你给我少做动作，一天到晚，怎么到最后他也猜中了？我又不想说他怎么会猜中，原来都在那一边比这样。哇，很讨厌哎。好，到底10800多少多少？来，一秒钟来，一秒钟计时开始。10856，高俊，10858。对，就是这两个。很好，很好。我什么都没有中。我知道，我知道，我很害怕而已，好不好？好。所以说时间到了，10800比5856都要高，那剩下没有多少了，10860元以上，10890元以下，中间让你猜，猜中的话，50寸的变30寸，好不好？那五样估价物呢？带回家还是有五样估价物，还是有。我认真来猜。好，你猜你。60到90之间。60到90之间，猜一个数字，10800多少多少？我喜欢74。你喜欢74？对。为什么喜欢74？我就觉得很不吉利，可是对我很吉利。70 kiss kiss。对。kiss kiss， 你要请假 kiss。不是。再演。反正太轻松了。10874，如果这个对的话，无缘无故就要带回家。还有一个3寸的液晶电视，你的新家要送给你了。10800，大声一点告诉我们，10874，还没有中，嘿，还没中，嘿，哇，好恐怖，接近，非常的接近，尴尬的笑得出来，10875，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只送你这一台了，10875，76，那我们一起喊75、76，看你觉得哪一个 ？OK， 来，10876，76。这是一个默契，剪刀石头布，75，所以这完全是命，76，抱歉。哎呀，谁叫我上街啦？没有了。猜中哪个估价，估价送你什么？不能猜送你这个，那这个要送给你，送给你这个，这个送给你，我这条礼金，好带退回去好不好？好，谢谢。恭喜你，你好厉害，这就叫做命，这叫做命，对。好，三组要加油，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资格赛。How much 就是你。4组准备要抢答，抢答成功估价正确，就可以参加等一下的赠奖游戏。我们有4样估价物，那4样估价何者为？55元。4样当中里面哪一样值55元？都将 get 到55块，5秒钟，好不好？阿伯盖小哈，阿伯耶，盖小姐。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4样的估价物是：含有鹿儿岛火山灰，让泡汤也能清除脏污的熔岩暴汗入浴剂。哇！含有5倍糖心子与花果精华的锗添加热汗入浴剂。哇！还有6种美肌成分，让肌肤柔柔嫩嫩的发汗新快感入浴剂。哇！还有各种发汗植物成分，让你享受超肌汗沐浴的肌汗岩浆浴。哇！4种泡汤用。这4样呀，绕口令还真的很难绕。绕口令，我差点要咬舌自尽。咬舌自尽的哈。好，那4样，你为什么编号9倍啊？这4样当中，里面何者为55元？来，5秒钟，请考虑。先到，请抢答。这块是一组，来，王子，哪一样55？发汗新快感入浴剂。55元，来看看有没有。抱歉。这就叫做哎。王子要保护他一下，好不好？好，现在已经没时间了，没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3组有机会来抢答，来，哪一样值55元？3组请抢答。好，最快来，小弟弟冯元珍。好，肌汗岩浆浴，好，价值55元，来看看有没有。可惜了，还剩下2样。好，先答了，先再见，剩下我们2组跟3组了。吴大哥，哎，这个红鞋你了解不？在，就是哦，那边抢答赢的照，赢的输掉啊。好笑。好，2组请抢答。你看，没啥气不要紧，你的笑脸呢，又又没掉了。好，2样估价物哪一样值55元？锗添加。好，热汗的入浴剂，价值55元。来看看，你打什么呢？55。
对，五只。吴大哥，你刚刚如果猜的话，抢答成功，你要猜哪一样？对，第三个，对，也是这个、啊。对，那因为我手放在这边，啊，再过来慢慢一步，应该这样子。你这样子一切都要怪你自己，对不对？你左手牵着老婆，过不来还没关系，你这个右手空无一物啊。对啊，还是你的右手一直放在冯云珍那边，一直想去。来不及了！哎呀，哎呀，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这样打下去还没看到。好，来三组的，来吴大哥，你先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是多少？95。九，瞄的而已，没有看到，太无聊了。95。首先，我们先来把这个来送给吴大哥，谢谢。然后以及这一个是啊，你们猜中的，谢谢。好，也恭喜我们二组的小纳豆跟小雨来参加我们第二阶段的超级量饭店。好，这个超级量饭店最简单的，只要猜中就把它带回家了、嗯、那小纳豆，你这是谁帮你取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他。你同学帮你取的吗？你觉得会像吗？你比那个小丁丁会觉得他像纳豆吗？比较像李茂山呢。哎，对，不是李茂山就是翁立友那种，对呀，对啊，穿起西装就像那一种的，对呀、啊。今天两位听说都很能跳舞，是吧？是。好，还可以 ，OK， 谁比较会跳？啊，两个都很客气。这么谦虚干嘛嘞？那就纳豆来一段，好不好？那我们这个小雨来一段，嗯，那最后你再跟纳豆做一点点结合的，啊，互动，好不好？哎，纳豆，掌声给你一下。小雨，拼了！好，滚！看他要往我这边来，我都已经很害怕了。干嘛这样啊？对呀、啊。跳舞的感觉，你们要问小甜甜啊，小甜甜很会跳。她有口诀。对，但是她的舞蹈好性感哦，好撩人。就在夜店的话，一定很强举。可是如果在夜店，小甜甜，你碰到这样的女生的时候，你会特别跑到她旁边去跳得更厉害吗？不会，我会想尽办法把她挡死，然后就让她挡死。怎么挡？在前面这样。怎么挡？借看一下好不好？假设说今天她在跳舞，小甜甜在看。对啊，那如何挡啊？好，让你先扭。假设哦，老师麻烦你，阿健老师再给我们音乐。Hey, come on, yo. Oh yeah.要加深音了，对，然后让大家注意力。你刚刚稍微一跳，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们都在你身上了。对呀、啊，对呀、啊，很可爱。小甜甜也来一段，好不好？对呀、啊，呀，哎呦，哦，成熟女性的妩媚。啊，哦，电臀。不用，你刚趴过去我就转那一边了。哇，你刚刚的动作好恐怖哦，很性感。可是现在都这样跳哎，是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你看到后面的83台，就知道他们都这样跳。冯云珍能跳吗？完全不行。好，接下来看看两位能不能把我们三样估价物带回家，好不好？来，赶快来看看今天的三样估价物，就是。首先介绍的是酸酸甜甜又营养丰富的桑葚果酱，一共10瓶。哇！营养身体又健康的山药黑米芝麻糊，一共12盒。哇！帮你摆脱肌肤问题的进口洗面露，一共有24瓶。哇！以上三样估价物。好，三样估价物介绍给你，来配了我们的购物车。哎呦！猜中就把它带回家。对，第一样是桑葚果酱，一共有10瓶。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有990、1000两个价钱。好，请估价。990。好，确认990，来看看990有没有。送2瓶。真的，谢谢。不用客气。真好。你都冷笑了，一样都猜中。送2盒。也许人家会猜中了。对啊。也许会猜中。
我们说不定整个我们可以带回家整个。好，这个是山药、黑米、芝麻糊，一共十二盒。十二盒到底要值多少钱？有2388、2508、2628，三个价钱。请估价。2628。2628，2628。先送两盒是对的。这可以再给我两盒吗？谢谢。这两盒吗？这我们可以个人一个。啊，这里面你拆开就是两罐。对，这里面有四个包装。啊，对，四盒。怎么办？怎么这么弱？这是进口洗面露，一共是24瓶。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我们还要猜吗？要啦。应该不用猜了哈。好了，有3150、3210、3270、3330，四个价钱。好，四个价钱，谢谢你们，谢谢。等一下，我还没讲。我跟你讲，你要一次机会还是两次机会？两次。两次机会就是中了，只能送这一些。如果你一次机会就猜中的话，我三样估价你刚都没有对的，三样都送给你。哇！一次就猜中的话，三样估价全部让你送回带回家，要猜一次还是两次？好了，一次啊，反正我们本来就只能猜一次啊。哦，是哦。对啊。可是一次哦。哎，还是要给我们啊？还是要给你们啊？对。猜一次，来告诉我们，如果猜中，三样估价全部带回家，多少钱？3270。3270元，为什么猜这一个？因为它长得最奇怪。它长得最奇怪，今天就是有运气的。回头看还有多少礼物。可是我现在很紧张。真的啊，我想吃芝麻糊。现在紧张。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就是我不太紧张的时候。等一下。求他妈的！三，啊，还没打开以前都可以更改。要换吗？3330。对了嘛，因为3270我刚已经摆明了，它就是个错的。现在改到3330，对不对？3330，如果中的话，三样估价会带回家，看看有没有。可以带回家吗？你再不带走，我们就要抢回来了。来，谢谢小雨，还有小纳豆。好，谢谢我们第三阶段资格赛，期货硬邦邦。好，来，又放我们下次。是的，今天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平常大家，哎，凡哥，你有吃维他命或什么的习惯吗？有，我有吃一些鱼油啊，维他命。哦，保健身体。不爱吃青菜的人就要多吃一点维他命。是。那维他命也不用吸收太多了，就是说它多了还是会流出去。流出去。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东西不太一样，好大一颗维他命。好，对。这个如果要吃的话，你现在把它打成粉末以后，再用吞食。用生鸡调理鸡，或者是你可以拿来炖鸡汤等等。喂。都不可能。好了啦。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它不是吃的，它是拿来敷脸蛋的。哎，这是我们的脸蛋维他命。脸蛋维他命。瘦。那我怎么说日文？瘦的是你。嗨，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个东西，我们要来怎么用呢？我们先来看到了，我们这边现在我手上拿的是茶树的维他命丁。好。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上面英文字写了一个 A B C D 的一字，这是维他命一。另外呢，我们还有上面写的是英文字 C 的话，这个是维他命 C。哎，我们有这三种，这三种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怎么样来享用它呢？那就是我们先告诉大家，其实这三种的目的在哪里哦？哎，功能也各有不一样。是的，这个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茶树锭，就是油肌肤的人就说比较好一点。对对对，它可以彻底清除我们皮肤上面的脏污，把你的毛孔彻底的清除干净。然后呢，同时它里面呢还有芦荟成分，可以让你的肤质可以镇定下来。那我们要来怎么使用呢？我们来看哦，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600到700cc 左右的热水中，对，它已经可以了。那我再加一点点，就是你回去了以后，热水加上去，我要加一点点，多一点热水，让它充分的那个蒸汽的部分里面浮上来。是的。然后呢，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这个纯粹是 for 你的脸蛋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趁它有蒸汽的时候呢，我们你可以准备一条毛巾在家里面，然后呢，把头整个的这样盖起来，覆盖住。会溺毙吧？不会不会，它仍然会有空气，你就可以这样子来蒸脸。是的，这样子蒸完脸之后呢，大概蒸个5分钟，让你的毛细孔全部的可以吸收到我们的这一个里面的精油成分。之后你可以用毛巾，或者是呢有市面上卖的很普遍的，像这种的有没有敷脸一张一张的这种纸？
你就给它丢下去之后呢，让它充分吸收到里面的这些精华，然后呢拿起来来敷脸。来敷脸。当然。以你这样讲，它既然可以敷脸，相对你刚刚所放下去的这个草锭，是也是可以拿来洗脸，对不对？当然可以，你要拿来洗脸都可以。然后呢，你看我们将这个东西我们拿来敷脸之后哦，接下来还剩那么多，太可惜了。所以呢，你再用你的毛巾等等的，我们可以拿来擦拭身体。哦，对，那让油脂能够充足的。是的。那刚刚就像维他命 E 的部分呢？维他命 E 的话，它就像我们平常你有服用维他命 E 的朋友的习惯一样，它可以比如说帮你抚平皱纹啊等等，它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E 定，以及它里面还增添了薰衣草。维他命 C 的功能又是？维他命 C 的功能的话，那它就是比如说像是平常我们补充水分不够的啊，或者是水果不够的话，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维他命 C D， 然后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充满水分，以及呢它可以有保湿修护的功能。它还有玫瑰的成分，保湿，对，有玫瑰的成分。所以刚刚讲到曹兰这样介绍很清楚啊，就放一颗医生下去里面，你如果说觉得说也没有那么热，蒸不太起来的话，那你就直接用这种面膜放下去，又跟它做结合，完了敷贴在我们脸部上面。是，那这个面膜它是一般的，就是光只是一片纸液的，它里面没有加任何的一个这个维他命 C，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省钱。对，这个在任何的工具店里面都有卖。好，那最后再把毛巾泡下去，是，啊，可以擦拭你的身体的各部分。对呀，擦下去，听说像小甜甜这种擦下去，听说还会减肥哦。真的假的？刹那间而已。有这个功能吗？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大家来估价一下。是的，目前上面呢，市面上一共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介绍的茶树地，以及维他命 E 地，还有维他命 C 地，它们价钱都一样。今天我们要来估一颗的价钱。所谓的一颗，就这么一颗，就这样一颗。好，这一颗到底市面价要值多少钱？来，五秒钟，请考虑。好，时间到，这样一颗脸蛋维他命 D。好，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来，一组的来，55元；二组的小70元；三组的吴大哥要加油，80。那小甜甜，你跟55跟第一组是一样，所以你要更改一下。对不起，56。我刚六没记错。56。相当奇妙。那真是快5566了。好，所以我们这样一颗脸蛋维他命 D。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一组认为55，二组70，三组80，小甜甜跟冯元珍56。好，到底谁最靠近底价又不超过底价？来，一、三、六、九、69，小甜甜、冯元珍。最靠近底下是二组的，可是你们爆炸了，小纳豆，真的，再度恭喜两位来参加我们这一阶段的，为着3万块，如果顺利能够过关，3万块就可以带回家了哈。再度恭喜小甜甜，还有冯元珍，耶！冯元珍，我会不会去买东西？我逛街。刚刚已经偷看到有一只跟我一模一样哦，你有买过那个东西哦？哦，你以前买的是吧？对，跟现在价钱不一样哦，居然物价飙涨，对，对，或是叠价也有可能，那没关系啊，都用那种方式来猜，应该都很接近的哦。嗯，好，那两位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带走3万块。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有6样估价，你刚刚看的哈，全部都跟那个刷子有关系的。是，而且呢是符合大家为了让大家舌吻更舒服。哇塞，对，平常一般来讲，我们正常除了刷牙以外，都会刷舌苔。刷舌头，对啊，会。对，像曹兰会吗？会。会。而且我们家其实有一个恐怖的习俗，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早上或晚上的时候刷牙洗脸的时间，你就会开始听到不断的呕吐声。哦，对。对。尤其我妈妈啊，她现在在看电视，她可能又要说我在讲她，她会一直刷刷刷刷到自己吐为止。对，对啊，对啊，对。我就你在干嘛？还要这样刷？这个方式就有点像，不是碧丽姐吗？哼，前段时间不是因为身体不适吗？嗯，后来不是说去做那种调气的，就是说用腹部来呼吸的，哼，完让空气比较好。哼，那其实要做一个清理的方式，里面就早上起来的时候，除了刷牙以外，就是要把一些脏东西全部在这个刷牙洗脸当中里面把它解除掉。是啊，所以早上起来你不觉得口里面会很多痰吗？因为你是要刷那个你的舌苔的时候，它才会有呕的感觉。哦，然后再把鼻子的部分的脏东西全部排掉。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性。哦，原来那以后我再也不要笑我妈了。小甜甜也会吗？我会，而且其实我以前在做
不良的减肥的时候，我有时候吐不出来，都会用那个牙刷刷到快挠，让自己吐，可是不好。对，也不好了。是，好，清理这个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今天这个是大家每天日常用品都在用的，介绍给你们。有四样固胶当中，六样固胶当中有四样是不超过190，有四样没有超过190，相对就有两样超过190。陆续把四样没有超过190的猜中一样多一个零，猜中四样多四个零，前面有个三加四个零就是3万块的奖金了。研究一下，来看看选择哪一样。六样固胶物，先请曹兰帮你介绍一下。来啊，今天我们的六样固胶物就是超细致的刷毛，让你舌苔能够轻松刷除的细毛刮舌板。哇！小巧便利，在外面也能够轻松清洁的黑炭清洁刷。哇！能够按摩牙龈又能刮除舌苔的多功能清洁刷。哇！造型可爱、携带方便的爱心口气清新舌苔刷。哇！柔软不伤舌头的轻巧刮舌棒。哇！能够快速清除舌头上舌苔细菌的抗菌舌苔刷。哇！上六样舌苔刷。你的专门是刷的哈，专门刷舌头。有一种是牙刷上面也有附着一个反面，反面就可以刷，那个很方便哦。好，那你刚你说你有买过的，它要低过190元以下哦。嗯，我现在就很不确定。你买的时候是买多少钱？我买大概就是100出头。哦，那很危险哦。危险，你这种样子，店员都会卖你比较便宜耶。对呀、啊。好，如果100出头的话，就是没有超过190元。来，第一样，来，比较小只的，我猜黑炭清洁刷，黑炭黑炭的清洁刷，好，所以选择黑炭的清洁刷，没有超过190元，我们来看看第一关能不能过，有没有？恭喜，有，有，有，没超过。我这跟牙刷不一样哦，你是黑炭的啊，它们比较柔软，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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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这感觉很好用，谢谢你哦。哎，是给你的吗？哦，没关系，我们一起使用。他这个，所以他这个研发这个东西，其实他不只应该要只是做这一样哈，他应该有大号的给你做。因为我一样，我舌头很小片。好，换我，换我。好，换你。我觉得是那个轻巧刮舌棒，因为它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很贵。哦，第五样的固价物，这么轻巧，应该是随身可以携带的，对啊对啊，应该就没那么贵。轻巧的刮舌棒，价值190元以下，来看看有没有。210，抱歉。骗哪一家做的？不要生气。对啊，这个很贵哦。怎么那么贵啊？这是一种障眼法，不要觉得每一个东西都要用体积来衡量。哎、欸，这个你看看，你看看，专业，这个真的很方便。你看，它就是一个圆圈形的。嗯。像你刚刚用刷子的话，其实它的大小有时候，我们常常刷舌苔，有时候刷到隔壁去卡到有没有？像它这是一片，整个舌苔这样一刷。哦，可以整个放进去，没有就不会有死角。对，就直接这样刮刮，可是刮个两三下应该就可以了。所以很抱歉，它是210。啊，对呀、啊，你没有办法猜中，我就没办法送你。但是你喜欢吗？当然有，还要自己去买哈。所以很抱歉，3万块钱的事情等于没有了。好，没有的话，其他的固胶我们可以带回家。如果猜中，低过190元就带回家了。来哟、哦，吴医生，你刚刚讲，我现在只想要那个爱心口气清新舌苔刷。爱心口气很可爱，舌苔刷哦。好，来看看有没有超过190元。哎，太巧了！哎呀，刚刚是猜这个什么？这什么都很怪，超可爱的。对啊，而且它还可以很贴心，对外出然后可以放进去，两样的。再来，还有一个机会。好啊。多功能清洁刷，多功能的清洁刷，多功能的清洁刷没有超过190元。抱歉，它超过了。我怎么不是200元？才两万，最贵的。对呀、啊欸，你好会挑东西，我都挑贵的。真的。好，其他来看一下，是不是没有超过190元？好，没有超过，没有超过115，以及我们的第一样，这个也没有超过啊，龚云珍，对呀、啊。可是你刚刚你说你买多少钱？我大概120左右。120，对。如果打开120的话，我们全部都送给你，好不好？那就一定不是，我讲。那一定不是。我不晓得多少钱。105。你买过就不会喜欢它了嘛，对不对？买过就有了就好了。有了就好。没有。那没关系。好了，一个人送一个了哈。好，不能带走3万块，我们下个观众朋友就有机会了。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了。有点
点污渍的走回去的。真的，尤其小甜甜那个脸多臭啊！你看，假笑。你这样已经不错了，还带走两只牙刷了。真的。然后我们三组的吴大哥都没上台的。嗯、啊、嗯。还有第一组，第一组都没有上台。今天没有上台，我们送安慰奖。是的，我们送给大家，哎，台南县后壁乡来的冠军女，带回去做纪念。哇。台南乡的冠军米啊，没错。哇，那听起来今天好像是说安慰奖的比较好嘛。嗯，没有，送大概68000块的。没有，这个米真的很棒，我们一人送10粒。没了没了，一包。还有送10粒，还有送3粒。好，就送给大家。今天我们谢谢三组的观众朋友，谢谢冯元生，谢谢甜甜，谢谢。好，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6点到7点准时收看消费咕咕乐啊，对吧？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